就在12月25日当天，华晨宇发微博官宣自己即将参加湖南卫视2021-2022跨年晚会。12月31日19点30分，我们一起闪耀2022。这次华晨宇参加湖南卫视跨年，成为了他第九次参加湖南卫视跨年。从他刚出道2013年开始，那一年的他就参加了湖南卫视2013-2014跨年晚会，加上这一次已经是第九次了。作为湖南卫视跨年常客，华晨宇在湖南卫视2019-2020跨年晚会连唱了三首自己的四专新歌《好想爱这个世界》啊，《七重人格》《新世界》，真的无比令人震撼。而在湖南卫视2020-2021跨年晚会上，华晨宇的《降临》《疯人院》神树舞台更可以称得上是当晚的舞台天花板，华晨宇造型舞美令人印象深刻，非常难忘。今年湖南卫视2021-2022跨年晚会，不知道华晨宇将会带来哪些歌曲演绎，不知道会不会是飞行模式、小镇里的花、黑白艺术家，或者是他治愈三部曲《好想我回来啊》、花落时相遇、走一起去看日出吧呢。无限期待歌王精彩表现了。